愿每一句喜欢你都能等到。我也是。欢迎各位来收看爱奇艺恋爱推理田中，喜欢你我也是。同学们老师们，今天赛程过半了，今天是咱们的第六周了，所以可能走向会更复杂。嗯，但是这个走向一旦定了，好像还会有反转的。好的，听沙老师。上个礼拜出现的情况是小董让大家心疼了一波，是吧？是的。文竹出来之后，老腾的感情开始发生了变化，但是女人心海底针啊，那么多女生投信居然投的是海涛。Yes， 高级玩家真太吸粉了。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宣布一下，从我们上周看的内容开始，谁投信给谁这件事只有自己知道了。没毛病。投完信之后，每个人只接受投信，他们不可以再打开信箱了。啊，所以谁投给了自己信，他们是不知道的。哦，啊，咱们比他们更知道。嗯，这就意味着他们如果心里面有不确定、有怀疑或者有执念，可能会一直这么推下去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今天我们会迎来更复杂的推理内容，因为今天最终奔向的是下一轮的约会，而约会的规则和之前相比又完全都不一样，所以大家打起精神观察每一个线索。各位，现在的棒签数还是星杰和火火最多，都是三个，子毅是两个，剩下的我们四个人是一人一根棒签。对，捂住的当然大家就知道是什么。来，注意观察。喜欢你，那你呢？早上6点。 Sunrise with you on my chest, no plans in the place where I live, daybreak open your eyes, this was only ever meant to be for one night, still we're changing our minds here, be yours, be mine。 给老腾做早餐了。老腾之前从来没有做过早餐。没有没有，第一次。老腾这个早饭做的有点早吧，六点就做了。Be mine, yeah, anytime, anytime. Ooh, girl, know I've been alone for quite a while. Oh, 文竹 breakfast. 文竹 WZ 文竹嘛。文姐要伤心了。文竹早餐定制版早餐专属的。我要是刘问，我下来就吃了，然后再把盘子砸了。嗯，做给自己的。好样的 bro。 早上炒菜呢，早上吃的有点重了。今天是不平常的一天。好几个菜，那就大家吃吧。好啊。拜拜。文姐都没吃饭。嗯，干嘛真的一口不吃啊？我现在有点难皮了，九点半了。行，慢点啊。倩倩吧。哦，不是倩倩吧？超姐，超姐。我走了。啊，那谁给他做的饭？他给大家做的。走了。拜拜，晚上见。有一个不是我做的。还行。还行。拜。我的粉丝就是 IC。 Q 的好啊，子怡。真棒。
这是文竹吗？嗯。穿得好帅。他有看到那个字母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文竹 breakfast。哇哦，这个好贴心啊。哦，他俩。文竹，你明天几点走？我九点半、十点都可以。你呢？我基本真的。那咱们就一起吧。他俩单位近，嗯，单位近。哎，平常就是我看你弹琴也好，画画也好，你多发挥发挥啊。对，没有谱子，只能就是好久以前弹了，依稀记得。那你会排斥姐弟恋吗？有。姐弟恋我倒没想过，就还好吧。你以前交往男朋友有比自己小的吗？没有，都比自己大。那你内心还是偏向于喜欢成熟的，对吧？喜欢就是亚洲的，对，穿的传统一点。我有很多国外的朋友们，但是男朋友没有，没有交往过啊。但你好像是一个比较慢热，然后习惯了一个人的人了，比较慢热，习惯一个人。那你不会觉得孤独吗？也还好，其实就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挺自在的。那我知道自在肯定是有这种感受的，比如晚上有的时候睡觉前，或者是难过的时候，还是会喜欢。没有，我只是偶尔会感觉到有点累，但是并不会说多么孤独。哦。而且朋友对我还蛮重要的，就是闺蜜呀，然后各种。朋友对，有朋友陪伴，嗯，我很珍惜的。嗯，她很独立哈，这俩都是独立女性。嗯，所以你也不是一个会一见钟情的人是吗？我不是一见钟情，需要日久生情。我，但也不会说太久，就是我可能刚一开始的第一两次见面，我会大体感觉到我会跟这人可不可能啊。第一次听那个超姐说这么多感情的，就是女人话题可以这么聊。你喜欢什么样男生？就是长得是很干净的，就短头发。所以咱们中间四个男生，你觉得谁？我实话实说啊，如果长相的干净上来说，我其实反而觉得 Hanson 是 Hanson 小黄。小黄，小黄颜值担当吗？长相的干净上来说，我其实反而觉得 Hanson 是最干净的。净嗯，我也觉得很干净，因为我喜欢这种短头发，就越简单越好。我也很喜欢很干净、敞亮，对，然后很善良、很真诚的这种品质很吸引我。哦，他们都喜欢小黄啊？啊？怎么会喜欢？什么吗？不是，只是说长相，对，仅是长相。其实说实话，第一眼确实是因为长相所吸引，肯定的，必须。对方好玩不好玩这个事儿不重要吗？重要重要，幽默太重要了。这个和好看哪个重要？好看不重要。我这么说吧，吴彦祖喜欢吗？哦，还好。高晓松呢？也可以啊。二选一呢？选吴晓松吗？我是两个都不要，我两个都不要。你呢，娜娜？他有答案了。我可以选吴彦祖。可以。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刚才咬紧后槽牙说，长相不重要。但是性格很重要，就是你真的长得好看。就是在你热恋期的时候觉得不错，你长时间脸上就看腻了，真的。然后你的品德、你的素养，然后你的性格是很重要的。子毅刚才大声地说长相很重要，重要。第一名，长相吗？不能算第一名吗？是第一面最重要，但后面肯定要，我觉得我要找，一定要可爱，性格。性格要可爱。可爱幽默。长相要好。嗯。还有幽默。请问你这样的女的在哪儿？是不是还单身的吗？是不是这样的女孩在哪儿？总会有吧。万一没有呢？那就孤独终老。孤独终老。他们那个网上不有一个笑话吗？
说又绅士啊，又什么内涵啊啥的，最后不是企鹅给钓出来了？啊，对呀，有那样的。嗯，行吧，坐吧。嗯，来，来了，来看看看看看。哇，这又是谁和谁约呀？这是老藤吧？这是高级餐厅。哎呀，看人吃饭这环境，我觉得我对不住我媳妇儿，是不是又想到那面了？没关系。他约的谁？老藤今天穿的感觉挺正式，正式，对对对，挺正式。哎 ，sorry， 没事没事，抱歉抱歉，竹姐，竹姐竹姐，吃完堵今天，对，谢谢。我是有一个车想装倒车影像，看下周会有什么事。好，帮你完成一个事情是吧？还紧张，你情绪不是很高涨，是吧？嗯，看得出来，是因为等我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因为。等着吃饭再说吧，因为今天工作确实出了点乱子。啊，因为年底是吗？没事，看到你就开心了。嗯。哎呦！你看一下菜单吧。嗯。我越来越觉得他们俩好配哦。你有什么不吃的或者什么的吗？哦，没有，都可以。我想吃火腿。你知道那个我，咱们小屋里边还有两包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我放在那，然后都还没开的。怎么样？累吧今天？我今天还好，但我出来前吵了一架。啊？我是回去开车嘛，然后跟我爸爸吵了一架，但是吵完路上就和好了。他真的好爱笑啊。父女哪有什么很长时间的仇，就因为好几天没见了嘛，没回去住，然后回去以后一直叨叨叨叨叨啊，你这车太没有气儿了，要装了倒车影像你再开。我说我现在就是去装倒车影像的，然后就很生气，所以出来有点晚。没事，爸妈肯定都在关心关心孩子。紧张。老藤的手吗？手好好看啊。咱们大可能大晚上要大晚上修车了。对，就是你那个车行离这儿远吗？不远，就在旁边。我车放在那边了。哦。车早，我早上太困了，给一个人做早餐。给一个人做早餐。我看到那个盘子还有 WJ， 觉得是不是？可以啊。亲手做的，哎，我真的好像还没有什么给谁做过早餐呢。真的啊？哇，老陈怎么回事啊？还蛮感动的。要是哪天特别累，就不用做。老曾发力劲儿挺大，太大了。温姐在小屋里哭。前几天给你煮的那个面，它有冬阴功汤味道的。哦。就拉面，所以很好吃。嗯、可以下次还有一盒，对，哪天晚上你饿或者怎么样的，可以。好。所以我就是长官你。掌管你什么？就是哆啦 A 梦。是的。车坏了可以找你，然后饿了可以找你，加湿器没水了也可以找你。太体贴了，宝藏男孩。谢谢。那就慢慢探索这个宝藏，好吧？害羞。所以你觉得小吴这几个男生有什么评价吗？哦。嗯，试探啊，看还有没有什么危机哈、啊。就是，反正弟弟就是运动型的小弟弟嘛。
然后 Hanson 其实是在我看来，长相上，我客观说哦，长相是我在我看来就偏向于那种我比较欣赏的那种干净型的男生。他的表情好逗。就是短头发，然后两正干净，皮肤白白的，对。完了，我知道了，马上第二天剪头发去了。但是傻傻的，但其实脑子里很聪明。对，就在我印象里，目前接触下来，然后跟谁都还挺好的。他对你评价很高，他跟谁好像都能聊两句，还挺开朗那种。我在大家面前分都很高。所以你谈恋爱会比较喜欢这种简单，然后我喜欢的这种类型，其实就是《太阳的后裔》里的柳时镇。宋仲基吗？就是那种对外可以特别霸道，然后内心很细腻。我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。那是你现在一直在散发魅力，放心吧。哇，这标准答案，标准答案。其实就是，两个人之间会有多喜欢的一边和少喜欢的一边吧。我觉得可能是会有一些，但是看怎么两个人怎么沟通或者怎么处理这个事吧。怎么着？怎么感觉好像就要谈上恋爱了呢？那你会找一个喜欢自己的人呢，还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呢？我觉得就是人都是喜欢被照顾的，或者喜欢被溺爱这种，你确实很难离开一个喜欢你。我是这么觉得。还真的是。所以就最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都差不多，势均力敌是最好的。那当然，我喜欢你，告诉你也喜欢我，这不就是喜欢你，我也是吗？就他俩这场聊天的含金量还挺高的，是挺高挺高。我问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们和一个女孩约会的时候，那个女孩告诉说我的理想型是什么样，你觉得这个信号对你来说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？而且那理想型不是和你不是特别吻合。我觉得如果这个女生你俩没有交往的情况下可能是否认你，如果是可能有可能性的话，可能告诉他我喜欢的是这样的，希望他向那个靠近。他刚刚聊的话，他只是说了就是黄甫浩就是长相嘛，就比较干净那种嘛，偏生的。但是其他的全部都在聊他，其实所以说这种就还好了，还好。但是如果说是我说的可能三四点、五点、六点，全部都是你不符合的，就比如他跟我说我喜欢皮肤特别黑的那种，看起来很 man， 我就那就没办法了。我觉得如果是没有交往的话，就是在你面前一直说别人的好，然后是你没有的，其实是委婉的拒绝你，给你留着面子。婉拒。对。那他们算不算？刚才算不算？不算。刚才不算。刚才就算聊天。但我觉得这个女生挺真实的，对，就很实在啊。是，对啊。她没有藏着掖着，就告诉她
哎，我对他其实对这方面是感兴趣的。嗯，对。其实也旁敲侧击看出来文竹的性格，他之所以之前对那个问题纠缠一直在问，那你看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，就是文竹的性格是属于很直接的。当我有那个问题，我就必须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告诉你，抛给你。对，我结婚那天啊，我媳妇儿在台上发言，她说我很庆幸我能找到一个喜欢我的，同时我也喜欢他的一个那个人。嗯，这是很幸运的，很幸运。嗯，真的很幸运，这是非常幸运的。对，这是个老问题。刚才说关于喜欢你的，还是你喜欢的，你会选？我选择我喜欢的，也是这样，选喜欢的。朦胧，我喜欢的，自己喜欢很重要。如果我不喜欢这个人，我没有办法生活在一起。他再喜欢你也不行，对吧？我会觉得自己很不幸福，我一定要很快乐。你们都太理想了，你也是你喜欢的？不啊，你选喜欢你的，喜欢我的。喜欢你的，嗯，其实他那个选择会比较，就是有一个恋爱补偿效应嘛，他那个效应就是人会更容易喜欢自己的人，嗯，但是更容易不代表上来就一下会，对，所以咱俩就幸运了，幸运了，咱俩真的是幸运了，喜欢你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咱俩都找到了喜欢你我也是的那个他，那个他，六位加油好不好，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个喜欢你他也是的人在等着你们。如果没有呢，啊，看我们的节目呗。周杰伦的歌，嗯，哇，浩然，哦，他会弹吉他，他会啊，他会啊，哦，他只是一直没有。海魂衫、白衬衫都是他的标配。奥利，哎呀呀呀，家里有人吗 ？Hello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回来一会儿吧。家里还有人吗？没有人了。就你一个啊？那练哥，你又做了蛋糕啊？你猜。这还用猜吗？每周甜品时间到了。对，你猜我今天做了什么？我在减肥。啊，哦，扎心了。我去换个衣服。阿丽，阿丽呀，阿丽！哎，我觉得小董成熟了。嗯，这问题回答特好。我在减肥。我在减肥。也不积极参与，但是我也算参与了问题。阿丽，你怎么不弹了呀？嗯？你今天在练哪首歌啊？哪首啊？那我现在能听吗？我没有时间打谱子，所以说明天弹吧。你每天回来的都是很准时哈。我吗？对。哎呦，除了约会可能晚一点。Oh my god！ 你那天约会也回来的不早啊。那是你做的吗？哪个？这个。这个你可以先尝一下，你可以先尝一下。没事的啦，真的不会，就这么一点点饼干，没关系的。问姐回来了吗？现在问姐他俩互相是彼此的港湾。回来了。你不冷啊？啊，我等下出去跑个步。啊？我等一下出去跑个步，你们。你现在要出去跑个步？对。我听错了吧？笨蛋，赶紧一起去啊！这个冷天我跟你讲，你让我出去，我打死我都不出去。打死我都不出去。然后他等会儿打脸。文杰有点难受。为什么这么憔悴？他怎么了？他为什么情绪低落？嗯，
你现在要去跑步啊，你刚刚。嗯。你回来你别着凉了。不会。明天跑不就行了？明天我怕我赶不回来。你别跑了。不是，我真的想跑。太冷了。今天非常心情非常荡。快呀，一起呀、啊！你穿这身去跑步啊？不是，我想要换衣服。今天有点事情。走吧，我陪你跑吧。打脸？你确定？确定啊。啊，好样的。秀出来。去吧。行吗？我这也戴着小黄帽。可以啊。说我戴着小黄帽丑。不丑，你戴什么都好看。特别行。问姐不开心了，我只能陪问姐跑步。那你等我换一下衣服。下楼，等你。他俩不是情侣间那种感觉，是姐弟的、朋友、闺蜜的。你干嘛呢？哦呦，哦呦，你是晚上怕大家看不到你穿黑夜中的一点黄。这是绿，其实。荧光绿。荧光。不好看吗？这穿太薄了。没事，这。哎，走吗？走吧。OK 吗？要不要先感受一下冷不冷？哦。摸头杀，可以，有没有可能浩然和刘问往下发的？有可能啊。你是不是觉得摸头可以？摸头杀是可以的，大前提是刘问情绪不好。对，他不一定是从男朋友的角度要去陪，异性朋友也可以陪、啊。异性朋友嘛，异性朋友也可以拍头，对不对？可以的，可以。嗯，有一天你在情绪沮丧，我在你身边拍你头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其实可以的，看有多大的力气。但会让女生有会误会吧？张老师要是拍他的头，应该不会误会。不会误会。张老师拍肯定不会误会。那有一个年轻跟我差不多一样男生过来摸我头，我会觉得他肯定有意思啊。还有摸你头那时候的感觉，要看摸那时候他是这叫摸，这个就是啪啪，还有很用力的，然后这样就是有仇是吧？就以后不和他交往。我问你，心情不好，我不得陪他跑跑步、啊。问问你多穿一点。平时工作挺累，最近好累啊。因为这个事儿哈，只能跑步一下，缓解一下自己内心的。小董特别难过的时候，也是问姐关心他。对。这样看，问姐好娇小啊。如果你女朋友情绪沮丧，你会怎么样？我觉得逗她吧，讲一些笑话。你女朋友小周有点不高兴，讲个笑话。哎，你觉得我长得像阿童木吗？哎，有一点好像，有点像耶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讲完了吗？讲完。哦，真的。好好笑。也可以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我是我的笑点。Freestyle 的。啊，真好。哎，子怡。哎，他都出汗了。我在递纸的瞬间发现，他不光这儿出汗了，手也出汗了，冰凉，透湿的。就是这一瞬间发生的。会有这么可怕吗？你刚怎么了？不是，他只是就是突然在哄女孩子。我这题目出的太突然，你讲个笑话。我觉得沙溢老师什么都不用做，我就可以笑。沙老师，你给打个样。沙老师一戴眼镜就打样，沙老师打样。我给你出道题啊。哥可以了，已经可以笑了。够了，全包了。什么花最有力气？牵牛花，这个好笑不？有一定年代的感觉，有一定年代了啥？可是我还是笑了。接下来到了朦胧讲招的时候了。好，一定笑，没事，你讲。杰熊，指甲准备。杰熊，你知道吗？小红把自己的社交软件的 ID 改成了茉莉之后，她就每天都会觉得头晕目眩，为什么？茉莉哦，为什么？因为
爱的魔力转圈圈。这我是真是不懂，看来这也有年代感。ID 茉莉是啥？这是最近的梗吧？对对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咱们仨都不知道是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岁数大了。就是有一首歌《爱的茉莉转圈圈》。啊，那歌我们不知道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好，星姐，指甲抠起来，来开始。别真抠，挺贵的。哼，赵老师，就是。嗯，你知道怎么表演笑里藏刀吗？我给你表演一下，你看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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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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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好笑的，好笑的，这个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第一啊，这一轮这个第一，这轮这个第一，韩老师给出评价。所以其实给女孩讲笑话也是来看一个人化解尴尬的能力啊，是，然后和让自己陷入尴尬的能力啊，然后包括她的幽默感什么的都特别好。我是怕你辛苦。我不会，反正我是坐车的。对啊，我是觉得男女生出来就除非女生特别爱开车那种的啊，男生开还是比较安全，对对，那就包括礼貌一点吧，或者什么的。那主要你可能你开车，我就没法不敢跟你讲话了，有点紧张。那你要记一下店那边的地址，然后明天你去拿。哦，好。我那边修好了会跟我说，然后你去拿的。嗯，你的事情要搞好。哦。老腾很会啊。女生晚上开这种车真的小心点啊。你的事情必须要搞好，然后还要看一眼，就是主权意识，你办得明明白白的。把车那弄一下，那个换个倒车影像，然后你看一眼，对，它现在没倒影，然后加一倒影。对，现在只有雷达。弄一好看点的呗，主要小姑娘开车，她没有倒车的影像，她不太敢开。OK， 拜托你了，嗯，那先走了。走了，嗯，拜拜。天哪，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安排。是谁回来了呀？好冷啊，外面。哎呀，哎呀，笑的又很甜。你需要我帮忙吗？没有啊，我现在加水呢。还是你觉得我并帮不了什么？你可以在那歇会儿。阿丽今天遛过了吗？应该没有，我没遛，谁会遛他？你走吧，穿个外套。怎么着，他也是想要就是偶遇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你看他们女孩子心思真是不一样。说那个女孩出去了，反正我也要出去。那女孩有个男孩陪着出去，反正我也有人陪。杰琼不是的，是狗需要遛了。不过我今天还蛮开心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觉得很开心。开心好呀，开心多好。我们回家了。哦，小黄回来了。天使。好冷啊。我现在想把昨天拍那照片给大家都贴上。把我们吉祥物拍张照吧。把脸拍小点啊。一二三，有没有啊？到底，我按了好几下我。不是都在这儿呢吗？小黄过去，小黄干啥呢？小黄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小黄特别想参与，瞎参与。我觉得这张比较好。哪张？嗯，不，这张。
有没有大头的？来个大头的吧，看清楚一点。这海涛特别顺着芊芊，等他这个打出来。那么换一个，换一个位置吧。当那个沙发，那沙发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好。好可怜。阿丽，这个是谁的？谁弹过的？阿丽，我们来。感觉他小东西好多。过来，来抱抱，上沙发来，上沙发，沙发对。小毛真逗，他在后面看。回来啦！我感觉他俩是冻回来的吧？太冷了，我觉得。阿丽，哇，好暖和。你换鞋吗？还好吗？可以。哇，热死我了！好刺激。你去喝个水，等会我给你倒吧。啊，没事。对，去喝个热水吧。嗯。嗯。这个是热一些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煮的那个红枣水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倩倩现在是在主动关心小董吗？问问你把你杯子拿给我。红枣水。好啊，谢谢。为你们服务，这个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可以吗？一下汗全部出来了，是是是，刚刚好，不是做挺好的，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这样一杯，我就这，哎，哦，都贴起来了，啊，我刚贴了，哎，我觉得你这张照巨帅，巨帅吗？巨帅，巨帅吗？是哪张？就他看不清脸那个，看不清脸，主要是朦胧美，你这个牙特别好，看不清脸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喂，这个刚拍的是吗？刚拍的，刚拍的。行，我们终于所有人都在上面了，只有海涛没有脸。海涛是没有脸。海涛，你认真拍一张好吧？海涛没有脸在这儿呢，他是海涛没有脸。海涛，你重新拍一个吧。这是我们唯一的合照哎。我们要合照了。我看看看合照。哦，也是哈，像幽灵一样。拉伸一下。我觉得小董现在走出来了。OK。很好。哎呦，你们坐着来着吗？坐着，对。小黄，11点多了，要在跟谁说话呢？发微信吧。11点多了啊，快回家。应该是。你能够着哪？你柔韧性好吗？我一般吧。这溜达啥？无处安放的小黄。这里来了，哦，在两边的那个膝盖，好甜啊！你看我没乱吃吗？切！我现在一点都不拍了，小乖乖，我摸一下你鼻子好不好？我现在真的反正觉得他俩相处还挺舒服的。嗯，我们之前觉得他和老腾很可以，真的是。今天回来特晚。超姐回来了吗？超姐，超姐。那谁还没回来呢？啊？那个文竹。哦，对，我跟那个，哎，你等一下啊、哦。于超叫小黄呢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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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整理头发，整理一下头发。哎呀，哦，什么都没看到，拜拜。就像大学的时候在女生宿舍门口。哎，给你买了本这个，这是那个特西游丝之船。蛮少书店有的，这个还有点烧脑，有点推理，你可以捋顺了。可以啊，我捋顺教教你呗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可以啊。哎，什么意思嘛？这怎么？送了本书。他不是跟那个文竹说了吗？他们俩都喜欢小黄这个型。所以他主动去了。对，而且他也知道了。现在开始。文竹也喜欢这个型。
钱钟书不是说过那句话吗？世界上最暧昧的是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是吃饭，一件事情是借书。吃饭是一请一去，借书是一借一还，对，都是俩来往，就让这个来往多点自然而然的理由。哦，对，他说他是会，他是慢热型的，对对，不会一见钟情。我第一次真的用洗面奶吹出个泡泡。所以你用的是三草两木。这个就是洗面奶。小琼，你觉得现在你来判断现在是不是稳定了？我觉得还周海涛跟杨倩倩他们是肯定是目前来说比较稳定。稳定。老腾和文竹也算比较稳定了。算稳定。小黄和超姐，他们两队其实还是有点变数吧。有变数。还是要观察一天。我觉得有变数的是文竹，就是因为他是刚来的，他是来的时间最短的。其实他跟老腾的那个接触也就刚两三天嘛。但是他又在车里跟于超说了，其实黄浦浩是他的型，所以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变化。但此刻看得挺开心的。我觉得看得挺开心的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放松了。咱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老说去爱去生活，爱是生活的组成部分，在生活当中你能把一些细节经营好了，可能是爱的最好的释放方法，包括什么拍照啊，讲冷笑话什么的，其实就是这样。竹子，你是晚饭没吃还是一整天没吃？担心家里有别人嘛，然后就觉得自己要吃不好意思，所以就多买了几个。快来，你也喝个汤吧。好吧，最近减肥，我最近都吃胖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你要减肥，老腾怎么办啊？老腾瘦了呀。咦，这谁的吉他呀？我的。那你一会儿可以弹给我们听，我们喜欢边听音乐边吃饭。那我就勉为其难，就勉为其难弹一首啊，我很开心的弹一首吧。勉为其难。你唱歌应该也很好听吧？哎，哇，他唱歌好听，好听好听。来弹一首吧。一定要弹好。啥歌呢？听那个周杰伦的歌，《七里香》那个专辑的，就突然间前奏出来的时候，就整个人鸡皮疙瘩起来了，哎，好有感觉。然后泪点。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躲着。所以他在练这个是吗？是他要听的那个歌。哎呦，不要这样嘛。你说这句。
词作曲的人就会延伸出很多种意思。我觉得小董出来了，就是他现在唱这首歌约等于给那个交代倩倩写的那封信，写封信唱首歌，然后结束，我有一个崭新的未来，我该哭也哭了，过去了。谁回来了？超超啊，你吃饭了没？你买了什么？一堆水果。你买了水果啊？对。啊。哦呦。对。买这么多水果。你吃饭了吗？简单吃了点简单。那给我们一块吃。来吧，那个一起吃吧。那个我看着你们吃，我给你们，我是驻唱，我是驻唱小哥。这个吧，散了。对，这个我买了那酸奶。刚刚弹吉他，特别吸粉。先这样吧。哇，你很帅吗？今天？谢谢，超姐夸人都这么帅，很帅吗？帅啊，连体裤。哎呀，谢谢。你们先吃，我做个海参，这样你们早晨就有饭，可以吃点海参。哇，早餐海参，这个从来没有想到过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青岛人的早餐海参。哦，之前提过。他山东人，就是一直在那泡着呢吗？对对对。哎呀，咱们记性真好。哎，娜扎，你知道他们以前泡过海参吗？知道呀。哦，知道。太棒了，娜扎啊！让我上去放个包包。难忘记初次见你，闭上你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声音。你是自学的吉他吗，浩然？嗯，厉害了。其实弹那个什么古典才厉害。那种吉他会不一样吗？他那个是尼龙弦，然后这个是钢丝弦，就是你看你试一下，会比较，就是这个特别硬。就是可以把你的手给弄成像他怎么抱呀，他怎么抱，来来教我怎么做，怎么抱。你是这样抱的，抱成那个琵琶了，你知道吗？琵琶不是那样抱的，孩子。来到了专业领域。是这么抱吗？还是脚怎么放？对，你这种，对，这样子啊。然后这个左边是高一点。这边高一点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你的手，哎，对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是怎么，对，是就是这个地方，对对，就对，你不能这样的，也不能这样的。拽他回来，太好了，太好，赶快回来。就容易掉嘛，正好卡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手自然搭在这儿，然后左这个稍微高一点，你这个低的氧的话，你不就身就歪下来了？要高一点。嗯，哟，咋了？他不开心了吗？不会吧，应该还好。我觉得他是立刻就吃醋了，会的。而且他刚刚有摇头，好像他有这样摇头一下。不至于这一下。因为他其实一直知道这两个人好像好过。你要谈成都吗？不会谈成都。你要想听，我可以学一下。成都我都不会唱。成都我会。你学一首歌要多久？那你看这歌难还是简单？那这首歌算难还是简单的？下周吧。可以啊，记得交作业啊。这，我总觉得倩倩还是有点喜欢董浩然啊。就是有好感啊，就是好感还在。你要学两首，我也要挑一首呢。那个。哎，做人难，做男人更难。你怎么知道？会弹吉他的男人最难。发现什么？发现什么？赵海涛去了。
那个，你吃饭了吗，海涛？吃了吗？吃了，吃了。有汤，喝汤吗？没事，你们吃吧。我不太饿，因为气饱了。吃点呗，他这个都吃完了。嗯，来，吃饱了呀。浩然的演唱会，浩然个人歌唱。不唱了，不唱了，不唱了。怎么我一下眼就不唱了？那我上去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吃醋了。喝汤助兴是吧？嗯哼，这会儿我感觉有点尬了，明显了啊，尬尬尬。朝姐，快来救场！朝姐，这会儿需要小黄救场。音乐家，怎么停了？怎么还那样？哎呦，真的是，看得我好着急啊！音乐家，你别不唱了呀，你要搞得我很不好意思。哎呀，真的是。你先吃，你先吃。我吃完了，我吃完了。要吃完是吧？好，我来。你继续，你继续。别，你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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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有点头晕脑胀，我不在这影响你们气氛了。别。为什么我一来感觉这个？主要他刚赢他了很多手了，然后他要休息一会儿。别跑啊，海涛。哦哦啊！哦，他真走了。他说他有点头晕脑胀。We had a good thing going lately. Might not have always been a fairy tale, but you know and I know that. 哇，这个男生也蛮有自己的态度的哈，也很个性。要换谁也会这样啊，他从来都是头浅浅的，很专一，很专一。所以都能理解他这样的，能理解，理解。天蝎座很专一的，如果喜欢上。我就是天蝎座啊，他是天蝎座。对，那天蝎座分手的话会报仇吗？看怎么分的手。报仇。就搞断那个吉他的弦，然后掰了烧火呗。把吉他直接砸地上。对。看看倩倩怎么处理这事儿，上去了，安慰去了。你在洗澡啊？哦，你这很萌哎！要不喝温水啊？我这个很烫，对，要么我这个先给你。你今天很累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看你状态这两天都不是特别好。为什么？都不是因为你吗？我跟你讲，天蝎座这样是哄不好的，一定要说清楚。但是我觉得别说清楚吧，就是那心里过不去。工作的事是吗？就是我想说，不知道那个楼上能不能看电影，不知道那个楼上能不能看电影。我这样你会嫌弃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你这样比那样帅。
这样可以吗？天蝎座会去啊，但这个事儿就是还是会提起来。挺好的，这个谁，这个杨倩倩的社交能力好，情商很高。我还觉得她有点大大咧咧嘞。是，但又挺好像也挺敏感挺细的。她大咧起来挺大咧，但是出了事儿之后她能应急。对， 对不对？是，就是她能又能凿墙又能补漏，拆装一体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拆装一体。嗯，这个女生的做法我很赞同，我觉得可以学习。就是咱们老说，咱们就说的烂大街的一个词叫沟通，遇到什么事儿赶紧沟通。然后包括你就说结了婚之后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吵架不过夜。不过夜怎么不过夜？沟通，就是天亮之前必须解决，必须解决。生气不过夜，吵架不过夜，就是沟通，总得有一方主动，对不对？杨倩这方面能力行。行，今天很累吗？公司的事有点烦，什么年终总结，然后年度考核，对，我负责这个项目，可能今天就是做展示嘛，给 leader， 然后可能他们觉得效果不太好。所以你每天都在烦工作的事情，而不是别的有的没有的那种啊？这个就不要问了。别的有的没有的也有。什么事情？不要聊这个。我说他会说吧。这啥呀？他刚刚指了一下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烦我啊？不是烦你，是别的有的没有的也在我的脑子中。懂了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所以你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一般会干嘛？我低落的时候听歌。我浩然居然还会弹琴。弹吉他。那我回来的时候他在弹琴一下，然后看见你的眼神咻咻咻。我听到那个歌你就咻咻咻。对的，确实是听到周杰伦的歌我会那个一点。哎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第一首会弹什么，噔一弹出来就是那个。哇，他真的好。我是他一定会说的。我跟你说，真被你说着了。他为什么？我知道他，我也是天蝎座。但是我也是天蝎座。我真的会这么做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也是天蝎座，这老天蝎。老天蝎。但是我觉得这么突然说出来尴尬呀，这很尴尬。可是他是要把事情说明白的，不然那个过不去。而且他现在在问这个，其实是因为喜欢他才会这么做，不想有误解。沟通，这不是沟通，这叫算旧账。沟通的事儿刚才杨倩倩做完了，现在换到星空房已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，咱们就聊星空房的事儿。刚才海涛这不叫沟通了，叫算旧账了。天蝎座可喜欢算旧账了。记仇，记仇，记仇。天蝎座最经常说的一句话，是其他人很多人很讨厌的一句话：“你老是什么什么样。”啊，是你好像有，是我自己，我有。他的性格还蛮招女孩子喜欢的。你就不能这么说了呀？那你觉得你自己算不算是那种，在，比如说占有欲会比较强，或者是？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气的这种。我觉得对在乎的人肯定会啊。就是如果说他没有倾向于你，或者是跟其他人走的稍微近一些，你会就很难过。好难讲，但是会。我觉得我占有欲还挺强的，主要还是得看人。天蝎座是占有欲冠军。我觉得以我的性格，我结婚真的只能找一个我很喜欢的。我很能确定，就是我认真对待一个人，就是我是那种我要么心里就没有人，我要么心里就只能装一个人。然后我是那种我没法同时对两个人，就是我也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，你50%，你5%，或者你60%，你40%，我就没有。我要么就是你100%，要么你是零，就要么就是你们都是零。是这样的吗？那么极端。我的爱情观就是碰到不喜欢的人就是会
就是会很理智，就会很理智，然后就会很心狠，然后碰到真的喜欢的人，就是十八岁的男生的爱情观。十八岁的爱情观是什么样子？陪你疯狂，就是想找一个人，然后很喜欢的人，然后不考虑任何物质因素，不考虑任何外界因素，然后就一直只跟他。我当时我跟那个女朋友就是啊，就是每天就也不知道干嘛，反正就是很开心，就是骑个小摩托在校园里，就那段过程真的很好。后来他去德国了嘛，然后就分手了。分手两年以后，后来我去美国了，然后后来跟他复合了嘛。但是复合以后，我说实话，真的没大找到之前的感觉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就跟他分手了。嗯。可是现在不是在校园里。对啊，就是可能我真的内心里还是我没有说要回到那种生活，我只是。那你想要重新去找这种纯粹的东西，怎么去找？我只是怀念这种感觉吧。太抽象了。我理解他哎。从刚认识你到现在，你跟我其实提到过很多次，你喜欢很宅，然后平时可能累的时候就不太喜欢说话。那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？那两个人都不说话吗？感觉好像把你情绪带到。你这个人还蛮无聊的。那怎么办？你有聊就好了。你这个人还蛮无聊的。哇，这个天聊的，妈呀！所以你说他俩现在刚才这段聊天，对于他俩来说绝不是加分。没有，我觉得聊得很透哎。透吗？这个女生是发现这个男生好像占有欲很强，然后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，然后她就想要去问清楚他到底是不是这样的类型，然后就是有在去否定他的爱情观。他说可现在不是校园，然后也说了你好像很累的时候不愿意讲话，那两个人都不讲话怎么办？是不是有一部分女孩还挺喜欢男孩有占有欲的？要有度吧。对，要有个度吧。 对度是很重要，但是占有欲是可以让对女方觉得是自己真的被在意，被在意，被在乎，重视，然后他是真的爱我喜欢我才会吃醋啊这样。但是占有欲太强会有压迫感，会，而且天蝎座是极其容易在占有欲这件事上做出出格的事的。两位女生，你们想象一种情境，就有一种电话，是不是你们都会比较反感？比如打过来之后，第一句话就是哪儿呢？那我一般就是你谁呀？打错了。如果你们要问，哎，你哪儿呢？他们不爱听。他们不想要回答你们这个问题，然后你们上来说啊，那你要不回答就心里有鬼，这不问题就出来了吗？就是口气我觉得还挺重要的。口气重要，口气重要。那应该是什么样的口气啊？请问怎么问啊？就你在哪呀？宝宝你在哪？差不多。这边磨刀的。宝宝你在哪？什么时候回来？然后你说了你在哪儿哪儿哪儿，然后下一个问题干嘛呢？我现在在跟朋友在一起呢。什么朋友？刚跟你说，我跟你说了嘛，我闺蜜。男闺蜜，女闺蜜。对，你知道，就是这种夺命连环问，一定是在生活当中会存在的。你会不会问自己？会。看，今天有没有可能问？有可能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这么问。你会怎么问？我就问还在玩啊？你什么态度啊？还玩？猜我什么态度、啊？态度不好吗？而且对方会聊天的女生不会上来之后说你态度不好，你再说一下你还在玩啊？你还在玩啊？什么叫还？玩吧。你刚把电话挂了，帮对方打过来，你挂什么电话呀？没有。我挂电话是因为我在这换锁的，没功夫。所以这又是一个永远的矛盾。就说控制欲这个事儿，说好了叫做保护，说不好了就容易有压迫。女孩也是说好了说有一个男人爱我，说不好了他变成夺命连环问的时候，还会挺烦的，对吧？适当吧。所以就是这里面包括他们涉及到甜腻的问题啊。太甜也不行。我要全糖。全糖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吃饭啊。和谁啊？啊，我姐姐。哪个姐姐？我见过吗？我亲姐姐。哦，我一直没见过。我过去啊。你需要我做些带些什么礼物给她吗？不用了，你人来就好。
你需要我带些什么吃的喝的给你吗？你怎么那么多问题？你看我这才问几个问题，娜扎，你还全堂？好多问题啊！没有耐心了。不是全堂，不是这样的。全堂是什么样的？你来。就是不是说这种问题问，就是问很多才算全堂。我觉得就是这是其中一种。在一起比较腻，那就是他真的有可能，他说，哎，你回家了吗？我还没有回家，嗯，还在吃啊。我说吃，嗯，然后我们就哦 ，OK， 我知道了，那我先睡了。他就挂了之后，我跟我姐姐一出来，他就在门口等着呢。哦。这是全堂，这种全堂，这就是太浪漫了吧？我觉得全堂是态度，不是问题多，就是全堂。对啊，我们刚刚说了，你是要多少糖分的？七成八成？我觉得要在一起就要全堂，对。哎，全堂你不把自己累死啊，子怡？你全堂的付出了之后，两个人就已经习惯了彼此的那种好，然后等你。有一天真的争吵离开这个人之后，你真的很难放下，就是你会总是回忆那种甜蜜全糖的爱情。还是年轻，还是年轻啊！全糖，他们全糖还不齁死？不齁。他们谈的更多的是在恋爱的过程。对对对对，我的观念是要七分糖，因为七上八下，七还有上去的空间。嗯，你留了三分，以后还能准备惊喜。如果一开始就是满分的话，可能慢慢就腻了，就没有上升的空间了。哎，这个可以，可以的。嗯嗯，就刚开始不能出手太狠，对，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，不能太满了。我觉得一三五全糖，二四六无糖。来一个过山车的感觉，那不行，我最不喜欢忽冷忽热了。是吗？我也讨厌，天天琢磨他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。但是无糖也不是说就不爱你了，就是不要这么甜腻嘛。就所以说嘛，八分刚刚好。你说那个零糖分是说要有自己的空间，对吧？对，就是活得比较健康，大家都喝无糖的嘛。然后今天的称呼是爸爸、乖乖、亲亲。我还挺喜欢。周姐，请。不喜欢了，不喜欢了。对，所以不能那样，那样你会崩溃的，你自己会受不了。分裂了吗？是，我觉得挺好玩的呀。你一次两次会好玩，但是让女生琢磨就挺麻烦的，会很心累，是吧？嗯。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糖多甜的事儿，每个人标准不一样。嗯。我这个全部放在这儿了，然后明天早上我给你们热一下。嗯，浩然最贴心了，是吧？